眺望着飞翔的海鸥，迎着美丽的大海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出发赶海喽！退潮之后的小水坑啊，有好多的派大星，看看，我的天哪，又来一只小鲍鱼啊！你别看它小，全身啊都是肉，嘿嘿，看水坑里好像是个壳儿，看看，哦，还挺漂亮。他以为他藏得很好，哟，出来，出来，哟，这是要打架是吧？嘿嘿。一只斑马鱼，这个鱼还是很稀有的，收，带走啊！干嘛呢？这是？嘿，我去，这八爪鱼还藏这里啊！小家伙，这是咋的了？迷路了？走吧，跟我回家。哇，又发现一只大海螺，哎，出来吧，收了啊，带走。今天呀，带着我家的小羊驼来赶海，你还别说，玩的是非常的嗨，在水里转来转去呀，高兴坏了。喜欢这个小可爱的，给他来个双击和关注。我们继续找海鲜喽！哇塞，发现一只螃蟹哦，哦，是个怀孕的蟹妈妈呀！遇到怀孕的海鲜，一定要放归大海。嘿嘿，我就是这么善良。今天呀，来个大力出奇迹，我们看看有什么收获。哇哦，快看，下面有只八爪鱼哎！哎呦我的妈嘞，你这吸盘吸得老紧了，哈哈哈哈！盘你收！哇塞，这里发现一只紫色的梭子蟹。我去，活蹦乱跳的，带走。